豪宅区高楼大厦林立，房价越炒越高，银行不断升息，想要贷款利率低居然跟学历有关吗？如果一名硕士跟一名博士要买房，到底谁的房贷利率比较高？答案出炉，硕士2.01%，博士2.02%，硕士买房居然更容易，博士利率比较高，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呢？那我们家孙子白读了。博士学历更高，为什么硕士房贷利率更低？银行评估还款能力是用工作和银行往来情况，根据统计，学历高相对收入好，风险利率都比较低，但硕士工作偏实务，收入比较高，许多博士从事研究，收入相对比较低，导致学历越高利率越高。上下去相比较的话，应该是要用同类型的行业下去做比较。一般硕士收入情形跟还款很容易都会比较强。除了硕士和博士的特例，一路从大学专科到高中职，确实学历越高利率越低。以贷款500万还款30年为例，最低的硕士利息166万，等于打了93折；高中职178万，贵了12万。真正考量的是有关于工作的稳定性，还有收入情形。学历不是唯一指标，高收入工作稳定，因此出现硕士比博士更容易买房，结果让人跌破眼镜。记者洪夫人王书宏高雄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